There you are. Ora che fa? Chi viene?砰砰砰砰砰！啊！哦，好像太浮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依然不是喜安杰，欢迎收看《战地风云2042之路》。距离上次测试版已经过了一个月，感谢 EA 赏识呢，能让我在2021年11月12号抢先体验，不用真的等到2042年。好了，这个梗有点烂，毕竟这应该才是玩家最在意的。好的预告片可以吸引眼球，但扎实的游戏内容才能走得长久。背景上可以看到我用 PS4 摇杆玩 PC 画面的惨况，一般人觉得你是神经病，但懂我的人就知道加机玩家 all the way。 如果点进来是想看完整的心得影片，那你可能要失望了，因为内容实在过于庞大，有枪支载具上还有枪支，至少我要一个礼拜才能熟悉操作和把装备升满。不过已经可以看到好几位大神在伺服器内游荡了，大家也可以选择加入战地风云系列在台湾的官方合作社群，1.8万人在线陪玩，几乎包罗所有中文区的新手和老鸟啊，会有各式问题的讨论，你喜欢听和不喜欢听的意见，都在那里了。好的，回到游戏本身啊，目前上市大家都泡在老牌的征服和突破全面战争，次世代主机和 PC 玩家可以跨平台享受128人男人不能碰我肩膀震撼力，地图真的大到明明我不在游戏里面啊，脚都觉得酸。你会以为那个远在天边的地图物件是纸糊的，没有啊，在 PC 和次世代在主机上，太阳能触及的地方几乎都是可游玩范围。如果 DICE 要搭配健身环来做个同捆包，我也不会太意外。主要也是因为要容纳以往两倍的玩家人数啊。不过也就和我在 beta 有的疑问一样，实际玩起来的确有之前32人对32人的紧凑度。那在开心之余，就会想起，对耶，那其他在地图另一端的64人过得好吗？不夸张啊，真的很吃电脑硬体效能的升级。在直播中也开玩笑说，不止我们的主机有分世代，现在连显卡都出现代沟。回头看 beta 这次推出时已经做了蛮多更新，整体 UI 界面啊，救人指示较为清晰啊，枪支配件也不用进一局改来改去。白了位龙卷风出现的频率呢，也从原先的 10% 被调高。如果大家在乎的话，很多人应该会说这是游戏上架就该有的表现，但人家的期望值就拉得很低嘛。 bug 当然会存在，明显到呢还直接把新的职业干员推土机 bulldozer 的盾牌给移除了，听说是会有对游戏主体毁灭性的 bug。 我连想体验反射敌人子弹乱冲撞的机会都没有，反正这游戏会持续个一两年，你刚开始不爽的点总会被修正，然后会有新问题来烦你。和情侣一样啊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多沟通。制作团队 DICE 有那么大的野心啊，就势必要负起同等的责任，和电影抢雷、医疗兵在沙滩上研判伤兵先后顺序一样，哪些是我们发现的问题，哪些是可以改善的，哪些要放起来积灰尘。像是我发现 Boris 这角色呢，只要换枪支装备就会骷髅被围起来，但如果你是游戏上市一个月后点开这部影片的朋友啊，这问题肯定会被处理了，希望。Is a dangerous thing. 反之，社群都不爱的新成绩单界面，这种感觉牵制在游戏主体的设计核心，我就觉得真的像是被打中气管的士兵。总之，不要像上一款作品被放生，但是之后肯定会投入最多时间和精力在这边。But 相信有至少一半的粉丝更好奇，想看看塞满情怀的入口 Portal 和类似暗区的危险区域 Hazard Zone 两个教型，也同时较有野心的心境模式。游戏安装一到100%，我就先从2042入口进去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的沙盒你做主，好像 YouTube 影片每个人一样，现在说粉丝们可以自己做地图，你可以运用建立器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在手机平板内部可以操作打造出独一无二专属于你的战场。我不
太懂程式设定啊，但已经可以想象到网友们的创意会有什么只能持小刀的伺服器啊，说不定枪神模式也能回归。像在封闭测试中 ，DICE 有设定你要跳五下才能 reload 手中唯一的火箭筒等恶搞模式，就非常适合做影片的朋友们啊，自己脑洞大开啦。官方有贴心地做出符合情怀的原始设定伺服器，包含《战地风云1942》《恶名昭彰2》以及《战地风云3》的元素。地图分配是一代游戏有两张，分别是 Battle of the Bulge 突出部战役、El Paso 阿里卡港、阿拉曼里海边境和洛沙运河，号称给战地粉丝们的一封情书。我发现呢，能自己开伺服器踢人才是大家觉得最佛心的机制。整个界面设计还蛮简单懂的，然后再来往下看，我觉得大家是会比较在意的这一点，就是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不一样的伺服器已经被制作出来，有些人就专门只玩2042地图，你看有些人在测试，然后有一些人是所有的小的地图都在这上面。我觉得唯一的问题呢，这个竟然是我没有想到的啊，就是你可以看到亚洲的部分玩家比较少一点点，不过现在是早上，礼拜六早上12点。不枉费频道为何还叫电玩之夜，就是因为当初自己耍脑上传战地三游玩记录，想当所谓的实况主。除了证明了我在这平台踏差有够久之外，你能想象当初充满杂音的噔噔噔噔噔，已经是10年前的作品了吗？现在地图被翻皮，包含武器、载具、装备都1:1再现。然而问题是，能否回到最初的感动？它改掉了，这边没有楼梯耶。不行哦，这不是真的战地风云三了，这边应该有楼梯的。他这边有个 B1 的，他把它用掉了，还是？以前有楼梯的呢。什么？除了像剪头发、套子、雨衣、周边，还有这东东。打开来，戴斯还真的寄了一个行动硬碟给我。看到影片最后，和我一起来开箱，来看到底藏了什么公司秘密。危险区域模式，尽管戴斯拍胸脯保证了不是大逃杀，但我还是闻到那么一点味道。四人小队合作，除非被救起来，不然大伙都只有一条命。你必须取回散落在战场上的重要资料磁碟。你和敌对玩家和 AI 必须赶在暴风雨来袭前收集到所有数据硬碟，并选择撤出时机即可获得成功。以上是官网的陈述，实际玩起来由于是一条命，所以真的要有小队沟通才行得通。老鼠专家角色感觉完全是为了这模式而生的，小队内部会重复技能，运用每回合所赚取的代币来买武器或升级，所以可以想象有些技术好的团队呢，可以一直钱滚钱哦。但存起来目前也就只是工程模式使用，希望未来会有专属涂装啊来提供解锁，不然很快就会失去再进去玩一局的冲动。你需要用雷射瞄准器来标记出硬碟位置，这会使你牺牲一个装备栏位，所以其实只要一个小队成员带上即可。不过我觉得游戏就大可大拉拉地给我们看硬碟位置就好，不然真的有点多此一举啊。AI 敌人如果一多，其实也会让玩家打得很辛苦，特别是在撤离的时候啊，明显会有比较多红点重生到你周围。这类 for 直播较有看头的生存逃离类型模式，我觉得一局的物资不够匮乏，地图有蛮多弹药箱的符号，如果队友提前退出，让你们小队只剩两个人，那些小坏蛋也不会有惩罚，倒地速度又和多人连线一样快速，可能你进去一局被队友雷或自己手残，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。你说不定啊，我还没有体会到此模式的真谛，我还这么敢领教。这大概就是《战地风云2042》实际游玩心得的那种影片。感谢 EA 干爹的抖内，我们现在是11月12号抢先体验。如果看了我或其他国外 YouTuber 的分享，觉得还可以想试试看，在11月19号才是大部分玩家加入的正式上市日期，所以大家也没有错过太多。这频道尽管和游戏内容背离了好一阵子，但直播功能可没有停过，想看我继续呛或爱战地风云2042的观众朋友，别忘记订阅和小铃铛按起来。声音画面大概先到这边，我们战场上见。开屁。好的，这个就是 DICE 给我们的特殊行动硬碟，然后看里面到底装什么。对，我还没有忘记这一点。为什么发出这奇怪的声音？USB 到底要插几次才好？Hi there, it's Lee.
Lars here. I do hope that you are doing just well. We are reaching out to your support. Oh my god! Oh my god! Ah! God damn it!